《青春环游记》第二季和第一季相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？这一季你最想吐槽什么？嗯，作为这个两季元老，最想吐槽我们节目老是搞一些奇奇怪怪的舞台，应该我们就应该放肆的去玩一些游戏。对，说出大家必须看《青春环游记》第二季的三个理由。有奇奇怪怪的舞台，还有快快乐乐的游戏，还有优秀的大家。